哦，啊手贵哦，我紧加点咪着加落啊！我安尼讲，这啊，这这较大粒，你可以的，四百张。我结婚。阿姨三粒了，啊好啦吼，好来，今天真欢喜。我阿姨三粒无落啊，你靠第一地里就好啊，拢真个啦。300块，你敢有看？落伤紧，落伤紧啊，对无？是不是安尼？拢袂好用了咯。安尼啦，300块。哈，无安尼，纯水你敢无？若纯水你也好，我倒互你无紧啊。敢无？哦，水头3斤。落啊，互你，你家分。这厉害啦，死都冇得赚过钱的，我袂赚钱。所以阮老大无啥想要我卖哩。能卖成交？一两公斤的啊。考量多少？千。啊？千。一包要1000，那么贵？很贵啊。150斤呢，你算看看要几颗？整分的，115斤呢。我问一下300个人要来。我另外一个，要买一包的，要不要买？300块。我一包啊，我一个。来。大条在哪里？今天在台中盘子。无啦，都无啦，无啦，无啦。春节呢？我们今天春节呢？还是啥？哦。他都无啊哩，都无啊哩。阿妈有人要吃无啊？我问过啦，春节呢无啦。我少吃，100块有人要吃，100块。蛤蟆100块，无人要吃。蛤蟆100块，无人要吃。蛤蟆，你要当个小坑无？好不好呀？歪坑哦。恁娘对你家好啊？100块吗？因为那个肥肥今天拍完海鲜，他下午要去拍蒋公路的美食，所以今天他去大甲。哦。然后我拍盘子。有够人要吃的哈。反正有两个，好，你等于搞阮自己的就好啦。哎，你来这边住，你可以来这边啊。用烘的，用烘的，用烘的袂食。我唔知，我唔捌烘啊。哦，用烘的袂食的啦，嘿，用烘的我唔知会食，袂当真的。一斤就好卖偌济，二啊四。一斤啦，一斤就好卖二啊四，我少食的啦。200块有人要食的无？你敢若讲真的啦，你敢若食起就好卖超过200块啊，这超过一斤重的啦。我吃一个200块，有人要吃哈，200块。200块有人要的吗？有人要200块。我吃一个啦，200块有人要吃，200块啦，吃贵的拢好吃啦。200块有人要吃。我送单，快乐长。200块，对啊，帅弟弟。够人要吃啊，200块对不对？有人200块有人要的吗？等于够阮几钱的就好啦，200块够人要吃，200块。很多东西都100块。只开200块够人要吃。在台中潭子，潭子火车站外面这里而已。你啦你啦，我咧跟你讲话。用几年啊？过分落去几年？我咧讲咩啦？冰，绝对冰的咯。你用白，一只个白，安尼就铺落去，200块够人要吃啊。200有人要爱，阿姨。你有买？我知，我去给你看一下咧。200块够人要吃啊？阿姨，你敢要食落去？今天在台中盘子。淡淡鱼啊，卖哦、喔。1公斤呢？这恁这一尾卖偌济？够阮钱好安尼啊？你敢知啊？
七只五百，七只一百哦。要不他叫，要不他叫小，他没吃啥。嘿，鲈鱼，哦，鱿鱼啦，哦，叫做鲈鱼串串，来鲈鱼啦。那是还没看，就是最熬拢安尼啊，所以燕春今天货也不敢带太多，但是有几多。我先问一下，谁有新书的呀？你有新书不？你讲新书，无啊？新书吧。家庭欢乐啦吼。啊，好弄得啊！阿妹啊，你搁阿孙孙？妹啊，你阿无？钱收多，烦恼嘛使我讲嘞。嘿，若钱收多嘛使我讲，我使阿倒开。会讲讲真嘞，我食好开。我少食啊，这鲈鱼够人要食。这其实讲真嘞，我无带遮济啦。人讲真嘞啦，我没有带很多东西，因为这哦、喔，因为这哦、喔，恁才去拜阿公拜阿妈拜了尔，对啦吼、喔，嘿啊。一尾落口烘较好偌济，150啦，我这一两尾来开300啦。这三尾去300块，有人要食啊？无300块，300块啊，有人要食啊？哈，哎，你300块卖哦，是伤贵呢。哦，无，那我是甲你问一下，300块，叫你买一只四尾哦，离300块敢无？啊，一尾剩75块，嫌贵。啊，无，这尾搁送你300块就好啊，5尾啊啦。这尾搁请你来，你想办法甲冰落啦，300块啦。有滴啊，一尾50块尔，伊毋是伤济，迄叫伤贵啦。喂，我讲话。哎，无啦，迄毋是伤济，迄叫伤贵啊。咱讲真个啊，即间有人要阿姨，你敢要？嘿啊，300块啦吼，两尾四尾哦来，即六尾哦来，300块啦。哎呀，你遐恁倒？干啥？干啥？我讲啥物啊？喏。来来。一个袂较戆笑，一个袂较戆哭。哦，还有人要吗？2只、4只给你300块，这5只、这6只给你300块，还有人要的吗？这鱿鱼刚够有人要吃的哈。无啊吼，无啊，哎，啊这个你无买吼，两尾四尾好来了，这六尾好来，300块就对了。这鱿鱼还有人要的吗？鱿鱼没有人要了哈，没有人要了，我们分别走了。哎，已经买啊啦。已经买啊。随便买一个多一份。可以可以。对，好，我给你弄掉，应该会上去。如果打，哦，今天有点热哎，对，跟我说今天会很冷的。很热。这加风茶。这客系有人要吃无哈？死虾啦！回去你用钱的就好了，自己用九层塔、高站塔、高站塔就对了啦。这路口溪蟹哦，这路口溪蟹一斤卖偌济，恁知哦？300几块啦，一斤哦。啊，你去山顶有无？你如果去吃那个，去吃个山鳝就对了啦。去吃个山鳝就对了啦，伊一分吼、哦，无比这较济哦，无比这较济哦。没有比这个还多，一份卖多少？伊甲你计较好，伊甲你计较好啦，干那吃安尼，你开超过300块啦。我叫一个，300块有人要吃的吗？我叫一个300块有人要吃的无？300块有人要的吗？会不会太多？就差个啦，我咪坐啦。你今天就差个你，300块，200多啊啦。就帮你留一份啊，放在冰箱。公斤的了，半块没了。这个有人要吃啊？哈，200块。大店面啊，请问。大店面。哦，哎，个收货站，再锁定个个收货站。啊，再个袂接，个货站就包好货包。两公斤的就是差。哎，我春节两个有人要吃啊？哈，虾虾有人要吃啊？无，虾虾啦。两叉只，我直接200块啦。哎，这用叉的嘛用的，对嘛？用叉的用钱的拢会用的啦。我少一个，剩最后一个200块，够人要吃的200块。客气，200块够人要吃的，四虾200块，无啊吼。这下你敢无？四虾，山顶掠的。我偌辛苦，你敢知？我家己去掠，我偌辛苦，你敢知？大信闸。啊，这下你好无？啊，你又好，同的哦。哎，五百，五百。
休四天。你看，破病啦，真正啊，拢讲真嘞，炸几地无炸散，啊炸散就无办。复原杂货。站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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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喊的时候再当理由哦。这牛肉啦，这吼足水的啦，这你当面要煮，用蒸的，蒸蒸的就好啊。阿姨，有比你面较大无？哈哈哈！脸大牛排。阿姨，你可能较精神，你较大面。好啊。八小姐，这牛排啦，牛排你当面用蒸的就好啊，无用烘的。你有食过无？有啊。有没有？再当打。好，等我一下。这牛排我少吃啊，这两一斤就好袂了，一斤卖五百，加这两地摕着开一千啦，这三地下来一千块，有人要来无？一千块有人要的吗？牛肉，牛肉，牛肉，我少吃四地下来一千块啦，这五地下来，这六地下来一千块，够人要吃啊？一千块牛肉，牛排有人要吃的吗？你要吃牛排无？要啦，收贵哦。我少吃啊，几地？有留了西虾了，然后那个六地了，六地，我这边七地，后来七千块，有人。